原味底褲穿住二十個鐘唔洗，雪鼠喂喂後唔擦，黎 M 穿住盛水，櫻桃汁衛生棉。力報最近發現有人疑似在社交平台用沾染體味的底褲作商品出售，售價分別由120到170蒲幣起，價錢就視乎穿的時數和口味。另外他還有聖水和用過的衛生棉賣，賣家更加聲稱消費到一定的金額可以有即時剝底褲製作聖水特別的服務，落好單之後就會提供銀行的帳號去到指定的公廁攞底褲。更加有不少網友表示有興趣購買，而我們都聯絡過買家，他回覆指真的可以將穿過的底褲出售。市民又怎麼看呢？又質又形體好鬼核突的，好核突，听落都好核突，好想呕。着过又有味，揽住嚟瞓咩唔通？干唔干净啊？细菌之类嘅嘢多过系一个道德问题咯，问我就病菌啊嗰啲，即系污唔污糟嗰啲问题咯。其实二手底裤喺外国咧好早就有，卖底裤嘅少女都会觉得自己冇问题。咁喺佢哋嘅角度都会觉得其实啊，其实我系翻紧一份工作，我付出我嘅时间。去可能就是陪伴你咁樣啦，但某程度上之後我得翻一啲回報，令佢哋會容易去可能真係會去買呢啲佢哋嘅內衣內物啦，咁樣或者係好似之前咁樣去做啲 part time girl 咁樣啦，咁就會令到佢哋會遇到呢啲陷阱。社工又表示，同戀物癖嘅人進行交收會有一定嘅風險。戀物癖嗰啲人嘅心態啦，有啲可能真係一啲童年嘅啲陰影上啦。或者是有些情緒上，或者有些是因為他性需求上的需要，那滿足他不同的一些狀況。社工都提醒我們，底褲上面的分泌物有很多病菌，隨時會惹上不知名的疾病。